这蛇不能养了，赶紧给它买了。那应该买，不吉利啊！家里边一说太不吉利了。现在多少公里了？11.1万。你当时卖肉多少公里？卖的15-20万吧。国内些，如果没你是哪一年卖的？21年卖的。说话就那一点不齐。我不齐，都直接换，直接都换过来。切割了。那你们特斯拉是走切割，四 S 店就走切割，然后这换过，这是电换的。我也刚好的，我看一下整体车况啊。你卖时候都是这，还是你后来自己碰着了，自己修了？买回来没事，装了3回，连着上个月到这个月，一个月装2回。这车不能养了，一个月睡2回。这车不能养了，赶紧给它卖了吧。赶紧给它卖，不吉利啊！家里边一说太不吉利了。这个门不齐了，这车刹车门也不过齐。这车刹车这么好，一刹都刹住了。后边那都跑路上，上次在龙海路上跑，我跑40，人家跑60撞上。这会儿是给龙海路高架下高架这，我跑有30到面包车撞上。你这不能说车不准，你不能走龙海路，你知道吗？龙海路不能走。20年出厂，这车现在电池跑10万公里了，电池还能跑。当时这个估价是差了点，还有93%。这车它不是按公里数变了，它是按年限嘛？电池度嘛？啊，它才93%。过不去第三方了，这一切割，其实换个门啥了都能理解。咱4.9那边，它是走切。我感觉这年限老了，这芯片不中，感觉你这车节有点卡了，也没有那种新款流畅。这30年了，想想。你22年卖了是？嗯。多少钱卖当时？是21，22年是21，这2年也得10来万赔。电车都这样，你省那钱也不拿了，省不了多少钱。你卖时候多少公里？2万，那也中啊！你2万，你油钱你差不多嘛。我说估估算的，差不多省个油车保养钱嘛。但是你卖油车还得变，对，是不是？稍微好了嘛，一点点。我跟你说，关键你这车对。后头撞了3回，不撞3回四 S 店不说，他说你要没追尾，大概一车现在都是12万、13万。你是21款了是吧？20款，20出厂，21上牌。对对对，在这说嘛，你车如果是没有被追过，你车能卖12万。现在市场价12万13万，卖不了，这公里数卖不了。你是问了特斯拉在店里边专业收车了还是？就他店里边有估价吗？切割了，他给9万多直接卖了吧？这价给了可以，9万4、9万5，我说9万2万。别问了哥，直接卖了吧。这车说实话，要按二手车来收，错了多，没法报价，你知道吧？再加4S店收，你直接给4S店吧，主要收入也多。对，大本上5个名，说公里数也是个头疼的事儿。后头加切割这，周末哥你再问问吧，周末。中啊，这切割了，那确确实实对不正。乖，周末哥，那走了啊。好嘞，好。